称谢谢大家的鼓励，将荣耀归于我们的上帝。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次真的感觉到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兴奋，能够来到台北救恩堂来参与会堂会在今天早上所举办的这个客家的主日崇拜，客旅的主日，特别主日崇拜。顾名思义呢，就是在今天呢，我们要非常强调客家的福音工作。那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沙巴这些都是客家的子弟啊。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沙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方？沙巴的面积呢，大概有两个台湾那么大，但是我们的人口呢，却只有你们大概是10%吧。我们大概有200多、300万啊，我知道台湾的人口有240万，两千四百万啊，那我们的人口呢，只有300万所以呢，可以说是一个地广人稀的一个地方。但是沙巴的华人当中70%是客家人，另外的30%虽然不是客家人，但是他们也得讲客家话啊。不单止华人要讲客家话，我们当地的原住民他们也好多会讲客家话，甚至我们的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人，他们都要学客家话。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沙巴的这个市场呢，都需要用到客家话啊。所以如果在各位当中你们是客家人的话，你们去了沙巴，那你们就可以尽情的讲客家话啊。好，今天是我们台北信义会救恩堂的这个客旅主日崇拜。在这里呢，非常想知道，在我们当中，除了我们马来西亚沙巴来的之外，有哪一些是客家人啊？麻烦你举一下手好不好？我们救恩堂的对，也包括我们的客家圣乐团啊。有十几二十位啊，上面还有啊。好，感谢主呢。各位那位同学比较好，平安。平安。当然，我们来自马来西亚呢，我也要用马来语跟大家问安哈。Selamat pagi, selamat sejahtera, saya ucapkan kepada saudara-saudara sekalian. 各位早安啊，各位平安。好，再次衷诚的问候大家平安。我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有我们的父上帝，将他的恩惠平安多多的来赐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那我也要代表全球客家福音协会所有的董事来向我们救恩堂的弟兄姐妹来请安。刚才副教师已经介绍过，我是全球客家福音协会的总干事，可能大家对这一个机构还不太了解呢。那请允许我用少许的时间来介绍我们的这个协会。全球客家福音协会呢，是在2009年9月在印尼成立的，但并不表示说我们在2009年我们才开始看重客家福音的施工。其实呢，在过去的30多年来，无论是台湾或者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各地的客家教会，我们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特别为了我们客家族群，我们的乡亲们，我们的那个骨肉之亲的福音的需要，我们经常都有一些的活动，我们办一些的活动，无论是研讨会也好，或者是客家福音大会也好。那在过去的年日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特别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客家福音工作在各地呢，就不断的继续的来扩展。那客家福音协会，我们成立有哪一些的宗旨呢？大家可以从荧幕上看到，我们有四方面的这个宗旨。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连接全世界各地的客家教会，或者是关心客家宣教的同道。第二呢，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协会所办的活动或者是一些的联系，我们让全世界的各地的客家教会共同来携手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三，也透过这样的一些活动来积极引领各地的我们这些客家的乡亲们有机会来听到福音，来归信主耶稣。最后，我们要透过这个协会所推动的各项的活动，让我们客家教会能够齐心努力来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这个服事宣教的这个工作还有使命。讲到客家人，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对客家的族群的了解有多少？然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大家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客家人吗？知道吗？知道请举一下好吧。哦，后面呢有一位我们的长辈啊，全世界有多少客家人？知道吗？可以告诉大家吗？2000万，感谢主，2000万的数目也不少啊，但是不止2000万了。最保守的一个数目呢，大概是说有8000万，全世界啊，有8000万。但是去年10月，我们的好朋友哈、带我到苗栗的客家文化园区，是一个新盖的一个客家文化园区。去参观，我们那天下午一到的时候，我就看见远远看到这个园区里面有一个屏幕，上面就出现了一行字，这行字是什么呢？发出给大家看啊，这行字就是全世界有超过多少1亿的客家人，感谢主啊，客家人有那么多啊，有那么多。有人说过一句话，他说能够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华人。那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什么？就有客家人。这句话绝对不会过分啊，绝对不会夸张。我在去年到了非洲东部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岛，叫做留尼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岛的名字？没有啊。它这个岛呢，仍然是属于法国的一个领土啊。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我看看我的护照，原来是法国政府的那个盖章啊。在这个很小的岛里面呢，有不少的华人，但是这些华人当中，80%是客家人，是梅县的客家人。那不单是留尼旺，比如说还有毛里求斯，还有印度的加哥达，还有大溪地，还有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香港，当然我们台湾有不少的客家人，还有中国大陆不少客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的客家的乡亲们，上帝没有忘记我们这一个族群，上帝绝对不会忘记客家人。特别在这些年间，我们看见客家族群越来越受重视，或者是越来越受人家的瞩目，对不对？特别在我们台湾，我们看到每一次我们选举的时候呢，客家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票源，对不对？啊，候选人都要学讲几句客家话啊，对不对？不是客家人也要说我是客家人，奶奶打打你啊，奶奶打打你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看见上帝没有撇去我们这一个族群，但是在客家人当中，信耶稣的客家人是少之又少。大家知道，在这一亿的客家人当中，有10%是基督徒，有人知道吗？或者有人可以猜一个数目是吗？在这一亿的客家人族群当中，有多少是基督徒？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抱歉啊。但是，正是我在过去的几年的工作，给我写论文，我也写了有关于客家族的事工，我所得到的资料。大概全世界的亿的客家人当中，信耶稣的不会超过1%，不会超过1%。特别在我们台湾，信耶稣的客家人现在已经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啊。过去是1000个人当中有3个人，现在呢，3个人应该有，已经有1/10，0.05%。
这个百分。我们感谢主，我们要积极为了各项的员工来努力，盼望有更多各项的乡亲们能够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来听一下。那我要告诉大家，沙巴我们这个地方是耶稣的客家人，是他的客家民族，当地的客家民族的40%，40%。我们感谢，这当然跟我们的这个客家人的历史，沙巴的客家人的历史有关系。感谢上帝特别爱我们沙巴的客家人。我们在沙巴，我们崇拜还是用客家话，读圣经用客家话。当然像是现在越来越多用普通话了啊，但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在家里面都是跟我们讲客家话，那在外面呢，除了在课堂上之外呢，他们很常也是用客家话来交谈。不相信的话，你看大家可以用客家话跟他们交谈啊，他们都会用客家话跟大家来分享。感谢主，这个客家福音协会呢就是这样成立的。我们是在2019年的9月，在印尼的雅加达成立。我们也在2年前，在印尼的西加，就是西卡里曼丹的昆甸，来举行第2届的客家福音大会。当时呢，我们台湾的弟兄姐妹呢也好些去参加啊。那我们也有11位的董事，这11位的董事呢，大家看到名单上可以看到有台湾的代表，有印尼的代表。有香港的代表，有马来西亚、沙巴，还有鲁迅的代表，还有新加坡的代表。那盼望大家能够继续为我们祷告，让这个协会能够成为众多客家同胞我们骨肉之亲的一个祝福。我们现在就一起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心意是要万人在你的恩典里面得享你救赎的福分。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你不愿意看见有一人走向灭亡。主啊，我们看见在这些年来，主啊，你也看重我们客家族群。你知道，因为你知道我们有那么多的客家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但是信主的人却是那么的少。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兴起了这个全球客家福音协会，还有我们台湾的福音客家福音协会，能够在各地来推广客家福音的施工。今天我们也来到我们的救恩堂，我们也在这里来分享这个客家福音的这个使命还有意向。我们求主继续的恩待赐福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特别特别赐福给我们客家的族群，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得享平安。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我们要借着你的话语来思想我们身为一个客人在世上寄居的客旅，我们怎么样去托付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求主恩待保守以下的时间恭敬祷告仰望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当然我在这里呢，我要代表我们这个合唱团来祝贺在座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当然不是今天啊，我们今天